有一位禅师，他将一杯水和一面镜子交给了他的弟子。禅师说：“以后他们就是你的老师，你要努力地向他们学习。”弟子说：“师傅，我跟谁？水学什么呢？”这个禅师就告诉他说：“跟水。” 要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空间。我们无论把水倒进什么形状的容器，水都会随之改变形状，永远不会抱怨空间的改变。也就是说，能够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。弟子说。 那我跟镜子学习什么呢？禅师说：跟镜子要学习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。无论镜子面对怎么样的社会环境，它都如实、真实的反映，毫无遗漏。弟子说：师父，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样？ 师傅说：“因为水没有自我，镜子没有心啊，因此不落入空想而迷失自己。所以佛法界讲，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当你照见了人间的恶的肮脏的东西，你的心中就存有肮脏。” 当你照见了人间善良的东西，你的心中就存有善心。所以，人的善和恶并不是自己本身存在。在八十天中，人都有一颗良心，而是因为我们照见了人间恶行恶状，让自己的心每天聚集着人间的五欲六尘。 让我们在五浊恶世当中，心不能得到满足，每天的痛苦当中，台长告诉大家，就像一个电脑一样，你每天储存的恶和看到的不喜欢的东西放在电脑里，时间长了它会死机呀、啊。 人的心也是这样，每天看见不应该看的、不喜欢的东西，时间长了，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过、越来越忧伤，最后你的心也会死机呀、啊。